你看到这个路基都有人搞过的，他就这样扣回去的，确实是个二手的，他妈的大货被挖掉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走，回家回家。啊，岩石森林，又挖一窝，路不太好走啊。沿着这个山坑走了好久，哎，这个风看上去好像不太正常，我们先上去看一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感觉好像一直在外面飞，会不会人家搞掉的？好像是有人搞过。又没有狗，这个风怎么这样子？哦，还好不是二手货，这个好像是大工程哦。刚才上来它就这样子，感觉很乱，还搞。哎，不是二手的就没事，洞口还可以，感觉。
个缝啊。兄弟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